投入的。 Thank you.
什么声音？不知外面发生何事，且出门一探。就凭你们？师兄说过，此处从无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你们受何人指使？不许废话，直接！岛上来了外人，须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主人有命，格杀勿论。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！你们休想！不错，还能活着到这里。你们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取你性命的人。你要死了，真可惜。住手！师兄。
叶大哥，你们可打过瘾了。哟，你总算舍得将你的小师妹带。叶大哥又说笑了，来，晚辈拜见两位。嗯，不错。你要不要也来与傅红雪切磋试试？我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与黑刀傅红雪交手。来吧。来吧。不错，傅大侠是在夸你年纪轻轻就得到了。我这儿有本心法，晚辈定会勤加练习。叶大哥就别调侃他了。行，你们随意，不招呼了。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故人，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。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
燕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天涯有蔷薇，这是。师兄，叶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，我初涉江湖之时，他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信念的人，也是第一个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入江湖生死为僵的人。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在他离去后，我又遇到过许多人，历经了许多爱和恨。若真孤星照命，叶某唯有以剑破之。我会做我应做之事。多情山色，有情江水，笑我归无处。我会用八个傀儡保护你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这位师兄，我是你师兄的朋友。这位师兄，我是你师兄的朋友。不急，趁秦桧之孔雀翎之势，此处人多耳杂。江南的风景，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。少侠来此处，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这位是青龙会护，原来是蓝师兄。会有人告诉你，还请师兄。你师兄拜托。最大的酒楼。不急。极目远眺，经脉中似有细流涌动。奇怪，蓝师兄呢？蓝师兄大概已经走了，只能自己去找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。前面有个神刀门的小师妹，过去问问。这位师妹，我当然知道，从这里出去。这啊，这里竟然有只小猫，真可爱。先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看吧，但愿那个小师妹没记错，正骨楼果然在这儿。不知婉儿姑娘在不在里面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哎，前面怎么乱哄哄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都起来，都起来！凭什么你说包就包啊？简直不讲道理！要么自己走出去。几位是想在我大宋土地之上欺负我大宋的百姓？
我们辽国人在你们大宋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嘿，你们还敢还手？看我大辽国的侍卫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我姓赵，行二，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，要找麻烦就来找我，滚。哎呦，咱们做的都是小本买卖。无妨，此地破损的桌椅我来赔付。少侠，请随我来这边一叙。多谢少侠相助。赵婉儿，原来你就是那位少侠。劳烦姑娘。辽邦使团送辽之际，此地的四塞鲈鱼及鱼羹最能行。对了，少侠。原来如关于孔雀翎之事。少侠那边叫欧婉儿吧。好啊。参见姑娘。万死的是官府少侠。婉儿姑娘，方才那捕快对你毕恭毕敬，难道此地人多耳杂？再往前走便是钱塘桥，站在桥上可以览湖中美景。婉儿姑娘对此地十分了解，想必不是第一次来了。钱塘镇是江南第一大镇，我时常会来此处理些事。孔雀翎乃天下神，如今孔雀翎，如今大宋上。此地风景的确十分宜人，想必乘船游于湖中更是一番享受吧。如果少侠喜欢，我们多游一会儿也无妨。多谢婉儿姑娘。少侠不必客气，快看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奇怪，这儿怎么没有船家？四面荷花三面柳。在下姓胡，各位阁下，丐帮记名帝有，那就好办了。得嘞，我去找船了，两位在此稍等片刻。好。两位在这儿等什么呢？啊，
候我们在等船，一位丐帮的小哥去为我们安排了。说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这些钱够买好多好吃的，这下阿毛他们不会挨饿了。少侠，他在那儿。站住！说，你骗钱有？这位天香是你骗他，他骗你，你还有什么？两位先慢慢聊，我先告辞了。他若不是骗你，对啊，我去追上他，问问清楚。站住！哼，想追上小爷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你来追我呀？嘿，小爷我就先走一步喽。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拦小爷的路？啊，你是唐时也运也。你，小宝哥哥，那边怎么有个小乞丐？先过去看看再说。Thank you.